传说除非大有机缘，否则入圣皇宫凶险重重。看来你我就是这有缘之人。小心，我听父皇说过，这门看似平淡无奇，但只要一迈进去就会腾起一股真火，九成自认有大机缘的人都瞬间死在这座门内。我先去，我有火国皇室血脉，应该不怕这真火。嗯，有道理。哼，我还以为你会说一些安慰的话语，结果这么放心我进去。傻瓜，你父皇如此宠爱你，若不是觉得你有此机遇，怎么会不断的给你讲圣皇宫之事呢？你生死有命，本公主来了。说错，这圣皇宫果然是我族圣地，只是通过了这道门，我的血脉之力就觉醒了。是灵儿，她在蜕变。还以为你被烧死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浴火炼金山？我的衣服啊！原来我的浴火炼金身不光能抵抗真火，还能抵抗耳光啊！我是看过你，可你也看了我的身体不是吗？哎呀，闭嘴！咱俩算扯平了吧？是我族上古圣皇的古镜。你快打坐入定啊，这钟声中夹杂的我族古镜声对你修行绝对大有益处。哪有今生啊？看来，这是你们拥有火族血脉之人才有的机缘，与我无关。
极少，修仙之书相互呼应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朱雀司机第一级禁锢之法。除攻敌之外，也是为了保证习此法者有足够强大的肉体，不然根本无法施展这种霸绝天地的宝术。最后一击火雨，威力实在惊人。这朱雀司机果然威力非凡。
放心我。哦，等你等得有点无聊，我就顺便学了一个太古朱雀四击。太古朱雀四击、嗯、我听父皇说过，若是谁能练出太古朱雀十击、便可再现焚毁诸天神魔的无上宝术。朱雀十击早已失传，能让你学到四击也是逆天的机缘。嗯，咱们快往前走，说不定你祖先还为我准备了别的大机缘呢。说过，这是圣皇宫大造化真正的根本所在。涅槃池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识得这几个字。岩浆之中还长着莲花。嗯，好香啊！这两个池子中的，应该不是岩浆，而是比杨玉熬炼出来的神液更精纯的神性物质。这是涅槃浆液。是太古朱雀涅槃时留下的部分精华所化，这涅槃浆液最为圣洁，不容污染，需自身无瑕无垢后才能进入，且需要按照一种古老的仪式祭祀太古朱雀，不然必有变故。无瑕无垢，是不是需要沐浴啊？那岂不是……你的眼睛再敢放贼光，我就挖掉他们！啊！就知道涅槃池附近一定有座无尘泉，你去那边不准偷看。不看就是，反正又不是没见过。哼，预言只会影响我出宝术的速度。至尊骨好像变得越发强大了。尘封多年的天空战场终于开启了。弟弟，我还以为上次一战把你吓得不敢来了。
你的最后一程，我怎么能不亲自来送？我会将你的血肉一寸一寸炼化。死意等落幕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担心十号小少爷。要是有人知道他的消息，记得扫二维码告诉我哟。寻不到哪里有心与你的脱口，寻不到沉沦是否会有尽头，溯流桌儿上涅槃中嘶吼，谁与谁的倾诉是火中邂逅，就算磐石化作巨鳌的刀口，就算烈日降下窒息的诅咒，等着那个人不可说不言不由，不管不顾想念像烈烛狗，一切缘都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缘都此生交错时候，我一目尽头饱饱日子流走，唯有最后须臾一分守候，一切缘都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缘都此生交错时候，我一目尽头饱饱日子流走，不知道如何磐石化作巨鳌的刀口，就算烈日降下窒息的诅咒，等着那个人不可说不言不由，不管不顾想念像烈烛狗，一切源头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源头此生交错时候，我一目尽头饱饱日子流走，唯有最后续一分守候，你一切源头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源头此生交错时候。